我们的新郎官傅德一先生为我们的新娘景之夏小姐准备了一段音乐。我现在爱的是傅德一，只有你，永远都只会是傅德一。客人从那边过来去打扰一下傅总，听说您是不是为这个婚宴准备了一段特别的音乐？嗯，在我办公室的那个桌上有一把，你拿过来。嗯，收到。德一，我把之夏交给你了，我们家的女儿可不是泼出去的水，你要是对她有一丁点不好，我可是要要回来的哦。你放心，简家的家训别忘了，勤干家务，该摔碎的碗别少摔，该洗坏的衣服不要手下留情，这样以后家务就不用我干啦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亲朋好友们，我们的新郎官傅德一先生为我们的新娘景之夏小姐准备了一段音乐，而这段音乐呢，是他们邂逅的浪漫音乐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共同听一听爱的音乐。那我偏要一字一句的说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，只有你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那我偏要一字一句的说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。是放错了。真甜啊。那我偏要一字一句的说，我现在是傅泽一，只有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你们两个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我也同意。我被炒了，我失业了。下面请交换戒指。